一切都开始变得不一样。你给我滚出厉家！我先后失去了深爱的丈夫，我的孩子。六年前是我错怪了，对不起。一起澄清，你搞清楚状况。我们已经离婚，该拿回属于我的一切了。你杀我！你才是厉家的女主人。他会是害死我外公的凶手。以前是我不对，我们重新在一起吧。